搜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征程。他们就特别的非常的关心我的生活，然后呢会提出很多的意见，可能会天天在家里无忧无虑的玩吧。冒险喜剧可能是那种很想尝试一下拍喜剧的感觉，可能就是我也会选组建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人在一起，然后让他们之间产生这种综艺效果吧，反正就玩一些好玩的那种游戏，我自己比较喜欢，因为我平常看的也蛮